给汴都的折子送去多少时日了？到今日已经十日了。汴都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恐怕这次又得辜负你。我不会娶你，更不会汴都。你知道吗？你很好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郎君。明姑也是我见过最好的娘子。 我没有这个福分，什么意思？被降爵了，还要圈禁？降爵？圈禁？可莫怪本官没有说清楚，这是郡王递了折子，自请的。如今，我只是吴公公，赵氏汉臣，新越吴江府文书之女谢小满，诚心求娶汝为吴之正妻，不知小娘子可愿嫁给我？李儿该不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？